感觉我被骗了哎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盲盒开箱。我真的是很纠结，我到底要把那个麦拿进来，还是要把麦拿出去？什么？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因为我已经知道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，可是我还是要开箱。它是没有一个盒子包，一览无遗。这个东西是48.9元，我看到它里面只有电线。为什么全部人都留言讲很好用呢 ？OK，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35个，我不懂还写什么。我做了什么？它会不会烂掉？超轻的东西，这是 earphone。Wait, seriously， 就是那种最 basic、最普通的 earphone 哎。Anyways， 可能它还有更好的礼物哎。一定有更好的礼物的，对不对？是有磁铁在里面是吗？然后讲的是，哦，它的头可以被拆掉了，可以。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而且它中间还有个缺口哎，有看到吗？它中间还有个缺口。他该不会是少寄我东西吧？我感觉我被骗了哎。第三样，他到底要有多少个 cable？Oh my god！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对我来讲有用啦，因为我有用到这些 cable。可是48.9元，谢谢。还有这个超级无敌多余防雨膜。为什么要防雨？哦，就是可以给你看到那些车。为什么要给我看到车？为什么要送我一个防雨膜？为什么？我没有要看清楚。Anyway， 下一个，这个他叫我给他 five star， rate five star， 我不会给你 five star， 我会。OK， 来到最后一份黑色的，超级无敌轻。没有说明书哦，这我哪里懂它是什么？ Power on 啊，拿来播歌的吧？OK， 所以它是一个 Bluetooth 的 Power on， 它是一个 Bluetooth 的蓝牙广播器。我想想，我有去过 DIY 买5块钱，你们该有听到吗？这个的声音真的是没有很好，它的低音的部分它是噗噗噗，就是那种放屁的声音。48.9元，就这一堆，就这样少而已耶。哇！而且都没有很有用。OK， 反正就是一点都不值得。然后，我给你们看那个公司的名字，然后希望你们不要再去买，然后不要光顾它。好想哭。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反正我的是不美好。拜。